血黄花，浩气长存。三二九青年节是我革命先烈在广州起义、青年以身殉道的纪念日。中华民国自立国以来，无数时代青年对国家民族的大爱，丰富了中华青史。他们献身报国的浩然正气，在建国104年后的今天，仍充塞在天地之间。今年是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。回顾抗战期间，全国军民人不分男女老幼，地不分东西南北，为了民族尊严和国家命运前仆后继，一寸山河一寸血。许多大型会战的过程，将士视死如归的精神永受崇敬。为期3个月的淞沪会战，是我国对日抗战中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。此役不仅粉碎日军3月亡华美梦，国军部队绝不因日军装备精良而退缩，在艰困的作战环境中，充分发挥我死则国生的爱国情操，浴血奋战，展现大无畏的牺牲精神，激起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意志及决心，成功地将日军主力从华北拉到华东，将战线改为由东向西，奠定长期抗战的基础。民国26年77卢沟桥事变后，蒋中正委员长随即发表全面长期抗日的庐山宣言，并洞悉敌平时强大的海陆空军战力，企图夺取经济重镇上海，威胁我国政治中枢的南京，进而达成速战速决的战略野心。8月9日，驻上海的日军借机制造虹桥机场事件后，于8月13日骤然向我驻上海保安队突袭，我守军官兵领于守土职责，立即还击，淞沪会战就此展开。作战期间，空军主力曾创下一举击落日军6架飞机的辉煌战果。8月15日，敌我双方皆下达总动员令，各向淞沪地区增兵。8月21日，我第9集团军第36师官兵一度攻抵惠山码头，但受日军舰炮火力阻击，无法围歼。次日，第1波2个师团的日本援军先后于黄浦江口附近登陆，向宝山、罗店、浏河一线进犯。我军第15集团军赶至增援，立即投入反登陆作战。日军则以猛烈炮火反击，我军伤亡大增。但在激战中，守备官兵将士用命收复重要据点，并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军凌厉的攻势。9月6日，战区调整作战部署，我军固守沪北地区阵地，官兵反复冲锋，与敌肉搏血战。9月中旬起，日军增派3个半师团，约10万兵力参战。国军第8、第10、第19、21集团军相继抵达增援，两军陷入惨烈的巷战。11月5日，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强行登陆，迅速进军，严重威胁上海国军的侧翼。9日，我军不得不以局部兵力逐次掩护全线转进。事役，国军投入70个师，伤亡30万人。日军9个师团兵力伤亡约6万人。会战期间，坚守四行仓库的800壮士、女童军杨慧敏冒死送上国旗的英勇事迹，至今仍令人动容。除了淞沪会战，中华民国远征军的战士同样受到国际瞩目。民国30年12月8日，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，发动太平洋战争，随后席卷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地，进而入侵缅甸，企图截断滇缅公路这条维持我国际援助的运输大动脉，迫使我国投降，进而西进攻略印度，实现与德国会师中东，达成分据世界的野心。31年元旦，
中美英等26国在华盛顿签订一致对抗轴心国的共同宣言，并推举蒋中正委员长为盟军在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及泰国的最高统帅，对抗日军。随着东南亚情势回淡，民国31年1月，我国受盟军之托组成中国远征军，首次踏出国境进入缅甸作战，共计投入兵力约10万余人，展开长达3年多震撼国际的滇缅印作战。国军先后2次派兵入缅，在盟军协同下展开对日作战，打通中印公路。自此，美国援华物资经由中印公路源源不断运往我西南抗战大后方，奠定我对日抗战胜利成功的基础。也因滇缅战场的反攻牵制了大量日军，使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得以顺利推进，成为同盟国获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。国军入缅作战历经3年有余，其中以仁安羌之役与密支那围攻作战最具代表性。民国31年4月16日，英军共7000多人遭日军包围于缅甸仁安羌，濒临被歼灭的危险。英军不断求援，国军新编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衡量当时战况，指挥刘放吾团长所属第113团赶赴驰援，该团以近1000人兵力重创数倍优势日军，成功解救英军7000余人及英美传教士、新闻记者500余人，轰动国际，缔造国军扬威抑郁的仁安羌大捷。纵观3年战役全程，中华民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约10万余人。曾参与该场战役的英国退役陆军上尉费兹派崔克，将这段历史写成书籍，以感谢中华民国国军的英勇牺牲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瑞纳米德在他出版的《被遗忘的盟友》一书中曾提到，中国在武器落后、毫无胜算的情况下独自抗日，不妥协、不投降，孤军牵制80万现代化的日军，使其无法攻陷澳洲及侵占印度，到中东与德军会师，让同盟国得以在欧洲和亚洲战场同时作战，进而节节获胜。中华民国的重大牺牲与贡献，对维护世界和平功不可没。中华民国在碧血黄花中开创基业，在抗战胜利中峥嵘头角，在破千来台后生计教训，更在群策群力中开创经济奇迹。国人必须有所体认，正因为过去无数先烈志士的为国牺牲，如今我们才能享受自由民主和军富的果实。同时，替力国军官兵应践履保国为民的神圣使命，戮力建军备战，成就精锐劲旅，不负国人祈勉和托付。